看这一题，这一题哈，它要你比较这三个数的大小。我们看到这个等于多少？这是等于一又十二分之十七减十二是五，啊，这个等于多少？这个是等于一又十九分之五，啊，这个呢等于多少呢？一又二十三分之八，哎，二十八减三就是五。好，那一一样嘛，哈，那这个十二分之五，这分子一样，所以你就比较那个分母，分母越大的话，哈，数值越小，所以这个最小，这次之这最大，所以是甲大于大于丙，所以这一题哈，应该要选 A。